大家好，我是 Tom，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我是收集狂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OK， 我想问一下，因为健美是以露身材为主的比赛嘛，那你平常喜欢露吗？不喜欢。所以你平常是包紧紧的？包紧紧。哦，所以你唯一会比较露的就是在健美比赛，对不对？那你目前准备如何？准备的还可以、啊、所以会拿到第一名？这当然希望如此，毕竟状态已经出来了。而且听说你要代表台中去参加那个全民运是吗？全民运没有，只有代表台中比县市而已。县市？对，就是县市的府城杯啊、议长杯这些。哦，府城跟还有什么？议长。议长杯。对，就是下的时候。所以八月你还有参加一个议长，府城杯。有可能啊。哦。再看看台中有没有要派对。所以你这今年只参加两场，包含这一场。这一场还有十一的 WNBA。哦 ，WNBA。WNBA 那一场是确定的，啊，八月、九月的都还不确定。WNBA 府，你是说那个台北那一场吗？对，台北那一场。那一场听说好像，是你第一场参加那个比赛吗？第一次参加。那因为那是算国际级的，会觉得紧张吗？就拼拼看啊，因为毕竟自然的会。比较过敏的程度差不多。你刚才干嘛？在上厕所？没有，我刚才把身体流汗擦干。哦，你晒太阳？对。哦。所以你还是没有上厕？要，我现在要上厕。你膝盖怎么了？那个是车祸，一个礼拜，一个月前那会影响你的？就是两个礼拜没办法练了。哦。那现在好了。这里面好热，你说里面吗？对啊，应该外面更热吧。然后我们这个馆，冷气应该没关，可能人太多了啦。想认识更多的肌肉天才吗？请搜索我的粉专或频道哦。